9月11日，越南河内总统府，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又正在检阅仪仗队。视觉中国，图据中国日报报道，在陈大光去世之前两天，也就是9月19日，他还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亚洲最高审计组织 ASOSAI 第14届大会上，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代表。根据越通社的公开报道，9月19日下午，陈大光在主席府会见了亚审组织各机构代表团团长。会见时，越南国家审计署审计长胡德福向陈大光汇报关于亚审组织第14届大会的计划。陈大光则对来越南出席亚审组织第14届大会的国际代表表示欢迎。不过，陈大光的病情在本月早些时候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据路透社报道，9月11日，陈大光在会见来访的印尼总统佐科时表现出身体不适。报道称，在其准备检阅仪仗队踏上检阅台台阶时有些踉跄。1956年10月12日生于越南北部宁平省的陈大光拥有博士学位，安全大学法律博士和教授职称。此外，陈大光还拥有中文硕士学位。据参考消息报道，陈大光是越南强力部门有名的浙江家中国通，由于工作性质高度保密，外界无法知晓他的更详细资料，但可以肯定，他常年从事对华工作，对中国情况应该十分熟悉。据新华网此前报道，2014年越中关系滑入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境地。然而，在嘈杂的声浪中，记者发现中越两国在安全、警务领域的合作不断传出新讯息。经向相关部门了解，记者得知两国公安部门在骚乱期间的协调合作一直没有中断，实际上没受影响。而当时执掌越南公安部的就是有望出任国家主席的陈大光。2017年5月，作为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河内，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以下为越通社公布的陈大光简历。陈大光1956年10月12日生籍贯宁平省金山县光善乡住址，河内市青春郡人，正房民族，京族宗教，无学历，安全大学法学博士学历学位，博士教授政治理论，高级外语汉语硕士。入党时间1980年7月26日，正式入党时间1981年7月26日第13届、第14届国会代表。工作经历1972年7月、1975年10月，内务部金公安部中央人民警察学校和外语学校学员。1975年10月、1987年6月1号政治保卫局干部，之后任内务部金公安部2号政治保卫局侦查处副处长。1987年6月、1990年6月内务部金公安部2号政治保卫局侦查处处长兼参谋处长。1990年6月、1996年9月内务部金公安部安全参谋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96年9月、2000年10月公安部安全参谋局局长、公安部安全总局党委执行委员会委员、安全总局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安全参谋局党委书记。2000年10月、2006年4月公安部安全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2003年晋升少将军衔，并被授予副教授学衔。2006年4月、2011年1月第十届越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共中央公安党委委员、越共中央公安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公安部副部长。2007年晋升中将军衔，2009年被授予教授学衔。2011年1月、2011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公安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公安部副部长。2011年8月至今，越共第11届、12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防安全理事会委员、政府党干事委员会委员、越共中央公安党委书记、公安部部长。
2011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1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西原地区事务指导委员会主任，第十三届国会代表，越共中央反腐败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越共中央内部政治保卫小组副组长。2016年4月2日，陈大光同志在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当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